忘记谁来面对生活给你的。你还是我儿子吗你？是低头晃着手。我见过没出息的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。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回家呢？我要能进得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来看看。想妈了吧？我以为你不理我了呢。走，回家。儿子，在家吃饭啊，妈给做好吃的啊。快坐那儿。哎呀，热吧，妈给开空调，开空调啊，开空调。喝不喝水呀、啊，儿子？不喝。快坐那儿，慢点啊。哎呀，没事。您不是说相中把这厨房啊、洗手间什么都给锁上了吗？我不会也找开锁公司啊。妈，您回家住吧。我为啥回家住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跟你说的？能说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我就是觉得。您看您现在把别人逼得都辞职了，我觉得这就够了吧。哼，反正我给他介绍的工作他也不稀罕，早都该辞了。那怎么能这么……那您说这事儿你最后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才能了了这事儿？你傻呀，妈就是为了给你得套房。这个房子大部分的钱都是他们家出的，没错吧？你别逗了，你们结婚也四五年了吧，就没点积蓄，那钱都干嘛去了？不也都补贴这个房子上了吗？我跟你说儿子啊，我存那点钱你可别惦记，那是我的养老钱，我没法给你买房。你作为一个男的，你要没套房，你将来再结婚怎么结？你不能结了婚还跟妈住在一起吧？那就不结。还真打算让妈伺候你一辈子呀？其实我跟向中啊，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是有一定的积蓄的。钱呢？被我弄没了。干嘛弄没了？就是。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被人诈骗了，拍了几张不雅的照片，钱被人骗走了。这事儿他知道吗？知道。他知道？他就他那脾气，不得弄得满城风雨？都闹成这样了，你现在你是不是还指望他能跟你继续生活下去？我没指望啊，我没指望。我现在说的不是钱没，不是谁，我说的就是我被诈骗了，然后钱没有了，这个事情是个事实，我没骗您。你幼稚，你荒唐，你编的荒不荒唐？你编这么个故事，你骗我，谁信呢？真有你的。哎，喂，海洋哥，今天想起给我打电话。那个你方不方便，你身边现在身边有人吗？你人在哪儿啊？上班时间肯定在单位啊，有什么事你说。
啊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就是这个，什么事儿你说啊？晚上想请我吃饭，有时间啊，有时间。我出事儿了，这是一式两份，一个是银行流水，一个就是当时的聊天记录。一份交给警察已经上报上去了，一份给您看。你真是为了他连底裤都不要了是吧？就是，妈，我现在呢就是什么都不想，就真的不想想那么多，就是想好聚好散。你这一旦要传开了，你将来在昆山怎么混？不是我也不想传开，这不是您不信吗？你还是我儿子吗你？我见过没出息的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。他没对不起咱们，是咱们对不起他。就算您要去打官司，也是咱们赔钱。